就大盘的部分呢，台股现在最大的麻烦是量缩。嗯，哦，我们看一下香港股市在沪港通最近呢，这个获得呢中国的一个资金的依注呢，香港股市的市值居然窜升到全球第三、嗯，超过了日本啊。那昨天我也看到了沪港通第一档募集的资金一下子就募集超过了100亿人民币，是台币就500多亿了。那这个笔钱的话，又要投入了港股。所以在两岸三地的股市当中，台股完全都沾不到边，好，这个部分呢，使得我们的量能萎缩。不过，毕竟呢，今天台指期的结算，我们再看一下 Intel 这个重量级的财报。那有关它在第一季的获利符合预期，赚了快20亿美金嘛，啊，那第二季的财测它也符合预期。那这里就有一个两个问题。这两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今天的台股的盘面啊。那先就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它为什么第二季的财测，就这一季的财测会符合预期，不是 TC 差吗？对不对？那为什么？因为来自于资料中心，就是那个云端呐，啊，大数据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呢，这个在大数据云端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和广达啦，啊，英业达啦，啊，或者金城啦，啊，这个都是跟这个有关的，啊，那目前他们是在平盘之上，哎，但是纯种的 PC 那个就不是好消息哦，是的，啊，那你要特别注意，纯粹是做这个PC 的，像宏基，对不对？啊，宏基现在就是黑的，啊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哎，居然传出了一个震撼性的消息啦，我们都以为说明天不是那个台积电华硕嘛，大家都猜你一定会把资本支出给提高到130亿美金。为什么现在三大晶圆代工，我们知道 Intel 的这个制程是最先进的10奈米，好，那其次三宋的这个14奈米，那台积电现在在拼16奈米，未来也会跨入10奈米，所以台积电就要加快它资本支出。但是刚才宣布 Intel 居然把今年2015年的资本支出下降，哎，大砍，再大砍呢，从这个去年大概有110亿美金，要砍到90亿不到，87亿，创5年的新低，哦，那这个就很吊诡，哎，难道这个 Intel 是没有看好今年的这个半导体吗？还是他认为他已经10奈米啊，你们也追不到了，虽然我不必花那么多钱了，哦，所以哦，这个对设备厂，刚才那个消息出来，美国那个硬材啊，应用材料会办半导体啊，盘后就重挫了，就重挫了。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，汉维科还在涨，哎，但是汉维科也有接这个 Intel 呢，它不是纯粹都是只有靠那个台积电的，但它那个汉维科股价，哎，现在还涨，可能还没有反映这个消息啊。再过来引申一个问题哈，现在已经传出来，今天电子时报一个报道，就是第二季呢，晶圆代工的产能利用率呢，这个开始舒缓啊，所以舒缓了以后呢，二线的 IC 设计呢就可以拿到了这个足够的产能，它的产品就会推出来，引发晶片的杀价竞争。这个部分呢，啊，对二线的晶圆代工，所以你看今天一线的台积电当然还在平盘，但是比较那个什么世界先进，现在跌了快3%，啊，联电也跌了1%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产能利用舒缓了，你的那个这个毛利率应该会下滑了。那对 IC 设计也是利空啊！你看现在联发科的跌幅有没有加大？嗯，为什么？我刚才那个道理不晓得观众有没有听懂？就是说你产能本来很紧，所以二线的这个 IC 设计拿不到晶圆代工的产能啊。但是现在拿到了以后呢，我就大推我的产品，我就要什么跟你拼呢，啊？那杀价大家来杀成一团嘛！啊，所以 IC 设计的这个产出的这个产品呢，它开始会杀价。好，这个是今天电子时报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报道。好，我们都在第一时间呢，把整个 Intel 财报，还有包括甚至明天的这个台积电的话说有关，而且明天的话说其实重点就在什么，那个资本支出。那资本支出牵动的是设备厂，也牵动了这个晶圆代工的产能，哦，种种这个非常重大的这个问题。